牛骨髓。还没有抢到咱家这款小果冻的宝宝们，你们赶紧到小黄车里边去抢，活动还有几个小时就结束了，79.9米给大家发9盒，8盒果冻，1盒酵素粉，超级给力，超级牛啊。来尝尝我的牛骨髓，哇塞，这块超级大，巨无霸呀！哎呀妈！嗯，妈呀，太香了！这块更大，超级超级大，不行了，我感觉它要掉。哇塞，香迷糊的感觉。这块骨头是挺大，但是骨髓有点少。哇塞，超级香。哇塞，太香了。香的要迷糊呀。这个视频啃骨头，
小火慢炖，炖了一个半，才能吃，要不然这个根本就啃不动。又咬到一个骨片，硌牙，骨头渣子。下次我用高压锅压，可能会软一些。来了，宝宝们啊，今天又是煮缩了的一天。好咸呐、啊！不咸，不咸的。放了料，你放了盐吧。不咸的。不咸，我说我不咸。我想吃馒头。啊你。